跑道上即将进行的是男子六十米决赛第二组。The men's 60 meters final, heat two. 运动员介绍：一岛，1447号，李延静，黑龙江铁人。二岛，1279号，邓信瑞，广西，2023年全国锦标赛百米冠军获得者。三岛，1196号，陈冠峰，广东，2023年室内锦标赛60米冠军获得者。四岛，1226号，苏炳添，广东，百米飞人，全国纪录保持者，亚洲室内纪录保持者。五道，1685号，王胜杰，山东中泰证券。六道，1561号，隋高飞，江苏铁人。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精彩的表现。本组领先运动员的参考成绩为6秒65。